嗨，大家过年好，我是达西妈妈，在此给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切安好、幸福、快乐。春节前我们休息了几天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次拿起针线开始编织吧。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女宝宝的小背心裙，这个小衣服是用织毛衣剩下的线织的。是这种三粒的纯羊毛的线，用这个线呢，一共用了3两多一点点。整件衣服没有分针，直接是用4.5号的针来织的。这件衣服是怎么织的呢？我一步一步的演示给大家看。这样呢，先缠出一块线来，好留着缝合用。我们用最传统的起针方法来起针，起75针。就这样起针，咱们之前教过这种起针方法。起75针以后，我们就织搓板针。我已经起了75针，那现在呢就开始织就可以了。第一针都要织，因为这个线比较粗，就这样来回织下针，织4个搓板针。就可以。现在咱们一共织了，这是3个搓板针，有线头的这一个在你的右手边，这一面呢是正面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就要到反面来，开始织身子部分。反面应该是织上针，正面是下针。第一针我们是要织的，所以该织什么针织什么针，我们就织个上针。这一行呢就是全织上针。然后我们织6行，减一次针，就是中间隔着5行，在第6行上，在2边减针，就是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是个边针，在它们那个边上减针。现在呢是一共减了6次了，就是6行一减，就是隔5行，在第6行上减，减了4次了，4次呢就是。8针了，现在呢是第5次减，是隔7行，在第8行上开始减。这个减针呢都是这样减，第一针织，第二针，左上二并一，这边呢就是右上二并一，再织一针，都是这样的，一共就减这5次，最后呢再织8行。织5寸半，就一边锁掉4针，这边4针，这边4针，再不加不减的再往上织一段。还剩3针的时候，这边是右上二并一，就这样，然后最后再织一针。最后呢，再不加不减，再织8行。一共织了40行平针，从这个最底边开始量，到上面是5.5寸。现在我们要平锁4针。一针，2针，3针，4针，把这个线拽紧，要不然会松。这边织到头，反过来再平锁。第一针要织，然后上针的形式锁，一针、2针、3针、4针，把线拉紧，这个线一定要拉紧。好，就这样，再不加不减织12行。这个地方不加不减织了12行以后，我们要再有变化，就是把这个边儿织成8针的搓衣板针。7针、8针，
好，这些呢还是正常的直平针。一二三四，八针，搓板针都是反正面都是直下针。在倒数第二针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搓衣板针，我们要织个双边儿，这样呢，它这个边儿挺脱一些，把线绕上来，以上针的形式入针，挑下来不织，再把线拉下去，这个地方还是织下针。然后呢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第二针没织的那一针，我们要织个下针，这就是我们之前很早之前讲过的一个。搓衣板针双边的织法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减针，每三行减一次针，每三行减一次针就意味着在正面减一次，在反面减一次。正面的减针，右边的呢，我们是这样，右上二并一，这样减，始终是在这一个针上减。这就减掉了一针。好，现在呢，到了搓衣板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减掉一针，叫左上二并一，始终围着这一个小辫儿来减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下针。倒数第二针。还是要把线绕上来，上针的方式入针，挑下来不织，把线压下去，再织一个下针，这就是双边儿。反过来，挑下来不织，这个呢正常织下针，这就是双边儿的织法。这个呢，咱们前面视频当中。在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呢，就教过这个一二三四这八针，剩下的呢继续织上针，三行减一次，就是空两行减一次。上一次减针呢是在正面，下一次呢就是现在在反反面。面，空了两行了，是吧？一行两行，然后呢要在第三行上开始再减一针。所以呢，这个减针呢，就是在正面减一次，反面减一次，这是双边的织法。然后这个地方呢要减针，这个地方的减针呢，就是现在从反面看右边，我们就是左上二并一，就是左边的这一针呢是在上面。右边的这个呢，就是这样来减，左边的减针就有变化了。这样呢，又该减针了。这个减针呢，是要这样减，这个线还是放在上面上针的形式，但是呢，要把这个针圈呢，先以下针的形式挑下来，第一针、第二针都挑下来，挑下来以后呢，再这样平着放到左针上。再放回到左针上，把这个针圈变换了一个位置，然后插针呢，从下半针开始插，这样插，织一个上针。从正面看呢，还是这个右的针圈是在上面的，就始终是在围着它来减针，这样就对了。然后呢，再织下针。第一针挑下不织，这些呢正常的织下针，再隔两行，再减一次。下一次减呢就是在正面减了，一次在正面，一次在反面，一直减，减到这个搓衣板针中间还剩下17针，就不减了。
这个还剩下最后两针，那我们就现在就是两行剪一针，就在正面就把它剪掉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现在是隔了一行，我们再剪一次，中间留下17针，16，这个呢，再做上二并一，并掉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我们中间就剪完了。剪完以后呢，我们要在两边留两个扣眼儿。这一行呢，全都织下针了，就这个地方也是要织搓板针了。整个一行都织搓板针，现在回到了正面，这是前片，我们要把这个扣眼留在前片，这样呢是8针，我们一边是3针，在中间这2针留。有点靠边，那就是边下留4针。边上留4针，这样呢，看，这样加上1针，然后呢，这边是二并一，好，这就留下了。这边是2针，然后这边呢是4针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这两个把它二并一。然后空加一针，好，其他的呢都正常织，织4个搓板针，这都是织下针。现在从正面看有3个搓板针，1、2、3，然后我们又织了一行下针，这个地方我们到反面来锁针，直接平锁就行了。直接这样平锁，后片儿和前片儿。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，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后片直接把带子再往上织一段，前片呢我们直接全都是这么平锁掉了，这样就收完了，这样就可以断线了。